那跟中国关系不好的，同样还有一个，我们把韩国拿出来一起讲，就是韩国呢，五天之内接到两个大噩耗，来标题换一下啊，一个当然就是石墨的这个出口限令，12月正式生效，还来不及反应呢，第二个就是车用尿素啊，也是禁掉了。那车用尿素呢，韩国的这个依赖度非常高，我们昨天有稍微谈一下，其实它不算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东西，那2年前就禁过它一次，禁得韩国猝不及防，但这2年韩国也是没有作为，既没有分散这个购买的风险，也没有自己制造，所以说呢，这次又被禁哦，也是一样，韩国哀鸿遍野，所以五天之内两个噩耗，当然这两个国家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向来都不好，张军你怎么看大陆的大战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这个车用尿素啊，车用尿素这个是不仅是我们自己的产量不够，不是光韩国，我们也向中国大陆进口车用尿素，要不然的话，这会那个柴油车子啊烧出来的，它排出烟是黑的，大家看到那个一条黑烟这样子，有没有？这个会造成环境污染很严重。对，大家说它，它就用车用尿素，它又不像什么晶片那种高阶的做不出来啊等等啊，这是成本问题。哦，成本问题。因为在大陆成本低，你要你自己做1公斤了，你在大陆可以买3公斤，你要拿一个。你觉得竞争不了，那我就买3公斤、啊、我不要同样的钱，我只能买1公斤，所以都用进口，韩国进口，我们台湾也进口。因为如果不用这个车用尿素的话，这个车子的，尤其是卡车跟坦克车，这个环评没办法过。对，那就一看就知道一条黑烟过去了，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来看意大利，意大利推出"一带一路"，意大利是 G7 七个先进工业开发国家，对，国民所得 GDP 最低的，它低过美国、日本、加拿大。也包括英国、法国跟德国，加拿大是最后，因为加拿大目前的经济状况，它在去年的时候，2022年对中国大陆贸易赤字，就是它入超啊，就是入超买太多了，410亿欧元，太多了。那现在你这样子要继续下去，意大利两个包袱，一个对中国大陆的贸易赤字太多，第二件事情，意大利因为它的公教人员退休，造成它的经济包袱太重，因为他要付这些钱呢、啊，所以他跟希腊当初一样、啊，也跟西班牙一样、啊，这方面因为退休金的关系，造成他的经济的发展，这没有办法，所以他现在跟中国大陆提前3个月，我先告诉中国大陆，一带一路就到此，到明年传了很久，传了很久，但现在几乎是正式，而且他是双方还没有发布官方的讯息、啊。对，那我判断他将来会收了，因为这个 G7 里面呢、啊，这7个国家里面只有一个国家跟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他当初是最早加入的、啊，对，最早加入，而且也只有唯一加入，对 ，G7 里面也只有唯一加入，就是因为这样压力实在太大，他压力很大，那其他6个会怎么讲？那你又贸易吃出这贸易入超那么大，嗯啊，那讲说那就干脆可能我认为我判断，既然有这个消息。空穴不来风，会有朝这一方面，就是终止"一带一路"，也对，尤其可能对美国，因为美国都是断链跟脱钩。好，那我去了美国访问，你断链脱钩，那我就断"一带一路"。对，也会这样子，对美国有交代，跟美国站在一条线，因为他们 G7 以前是 G8 嘛，因为俄罗斯退出之后，只剩下 G7 了。那我认为这是经济问题，而且经济问题，因为意大利表现不好，那可能会有美国可以对他做补充。可能美国会对意大利多买一些东西。意大利目前的国民的所得只有37000块美元，比我们台湾好点。我们台湾快3万2000多，快33000嘛。但是意大利那么它 G7 的国家，它就只有37000多块美元，所以它意大利的经济表现并不好。而且意大利人口也蛮多的，意大利人口5000多万人呢。对，算是个大国家。你看意大利领土那么大，意大利人口对，但当然啊，就说这个大陆"一带一路"这个峰会10年才刚刚举行过嘛啊，这个10年呢啊，成绩这个真的是很漂亮。但是意大利这个事情算是一个挫败啊。那当然对中国大陆，这也是会是西方媒体最喜欢的一个题材。所以事件刚刚出来，双方还没有正式发布官方的讯息，接下来西方媒体一定会嗨一波，会有很多后续效应一定会开展，我们辣晚报会继续关注下去。最后一点时间，我想让韩冰谈一下这个也很不寻常。好，尤其是滴滴打车，大家知道在大陆啊，你没有滴滴打车根本叫不到车，在路上哈，就没办法行动了。但是这半个月来，滴滴档啊、阿里档啊、腾讯档啊，档一个大家已经哀鸿遍野，一下这个档那个档，档到大家觉得莫名其妙，觉得不太寻常，怎么可能？这3个都大到不得了，他们的这个 APP 的这个建设，说实话都是专家投入多少人力物力，也这个行之有年，都非常。
常的顺畅，尤其是滴滴哈，说实话，它本身的这个商业模式就在这个 App 上面嘛，没有 App 它没办法赚钱嘛，所以你看到接连出现了整个系统的崩溃宕机，是宕得死死死，完全不能用，不寻常，大家就想到了美国对大陆的科技封锁。是不是就是展现在上面？这是有一些联动关系吗？大陆科技网认为哦，美方升级了晶片禁令，很大程度就冲击了大陆的 AI 发展。当然，结论是要打造健全的供应链。但你觉得呢？这到底有什么样的猫腻，会让这三大巨头这么短时间之内一起当？这个东西当然不太寻常。对。但是你说这个就是因为。美国对大陆的科技封锁造成的效应吗？我倒不认为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从另外的角度去看？这看起来比较像是有骇客是不是正在想办法去攻击他们的系统？我觉得比较像，不然的话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期间之内，这三大都出现问题？这个不太可能是什么科技限制的问题，不太可能。我觉得是人为的因素，也就是骇客攻击的因素。实际上，我相信他们每天都遭受骇客攻击。但是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短期之内出现这个东西？可能是有很高明的骇客正在尝试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火墙，然后所以才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虽然他们的规模都非常非常大，里头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不断在维护系统，可是全世界没有人不宕机的。讲实在话，脸书也常宕啊。对啦，也是啦。IG 也常宕啊，他们的规模都非常大。对，那所以只要是人做的东西都会坏，这个是难以避免的。只是不太可能，这种几率非常低啦。你看，假设我们估计，你说滴滴，你经过一两年会宕一次哈，那大宕机可能要三四年。那可是这三个阿里、滴滴、腾讯同时在半个月之内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几率会低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呀，低到被雷打到的几率。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比较像是遭受攻击。哦。那有人想要去试图突破，那目前看起来是他取得了某部分的成功。那问题是，他现在就是要去观察，因为这几家公司都还没有对外发表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现在就是他的资料会被窃取，他的一些相关的系统会被破坏。我觉得这才是后续要去看的发展。那当然，这个没有办法。当你够大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攻击。这个骇客攻击也不一定是来自国外哦，也可能是他们内部的，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还很难说。像比如说，有全世界有一个叫无名氏的这样一个组织，他们是随时随地，这个理论上它是一个组织，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称号。任何人想要加入无名氏都可以，但他们可能为了各种情况、各种理由去攻击世界上各地的网络。这都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我觉得还是静待这些公司去找出后面到底隐藏了哪一些背后的原因。可是必须要去讲，就是说，那个美国以为首的这些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进行的晶片管制，确实会影响到中国大陆 AI 发展，这是必然的。所以中国大陆唯一的解决的路，就只有一条路，就是你要发展自己的专属的科技，你要能够不被对方掐住脖子。那这个绝对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达成。这个未来这个战争是持续十年甚至数十年之久，中国大陆要不断的培养自己的系统，而且独当一面。其实你看，为什么华为它要发展自己的鸿蒙系统，我不再用 Android， 其实就是这样，以后我就不会受制于你了嘛。所以中国大陆必然被逼得要走上这条路。那成不成功，我们可能要花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时间持续的观察。还没剩下一点点时间，你要不要补充一下"一带一路"？这个新闻也很大。"一带一路"说真的啦，就是。意大利，我们早在梅洛尼要上任之前就知道他不想要"一带一路"，他竞选的时候就讲了嘛。只是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本来以为梅洛尼一上任的时候就说"我不要了"，结果没想到他当时的表现跟阿根廷现在要新上任那个差不多，就是突然之间好像跟中国大陆这边关系又没有闹到这么僵。可是经过这么久的时间，他还是决定分了，因为赶在这个最后期限。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大概对他威逼利诱了很久。所以让他决定，为了意大利跟他自己政党的利益，所以不得不做这样的一个选择。可是我必须说啦，就是脱离"一带一路"真的对意大利有比较好吗？意大利现在经济状况其实不好，所以当你离开了"一带一路"之后，他自己必须要去承受这个对他自己本身经济的冲击。我觉得这个对意大利未必是有利的。所以既然他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个也只能让人家走，这个东西又不是土匪强盗，你也只能够让人家去走。可是后果就是大家自己去承担。只是拜登，我就觉得他真的也是讲得太假了，说什么他从来没有游说他哦，从来没有此地无银三百两，没有要干涉哦，我没有要干涉"一带一路"哦。
对啦，你没有要干涉，你只是规定不准而已。对，你这不是干涉，是这样吗？就好像美国其实从头到尾就不是想要跟中国大陆竞争的。我讲实在话，他只是想弄死中国大陆而已，就是这么简单。他根本不想跟你竞争的。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